感恩高球仪式，挺快乐人生，五花八门高尔夫，我是刘国梁，你好。中国球员吴阿顺前两天在肯尼亚又赢了一场欧巡赛啊，这是他第四次赢欧巡赛了。只有懂高尔夫的人才明白，作为大陆本土选手啊，赢这样的比赛有多难。职业球员背后的辛劳、努力、汗水、泪水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。给他颁奖的是谁？肯尼亚的总统。中国高尔夫有一句老话，喊了很多年，叫为高尔夫证明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就是因为一开始这高尔夫啊就被很多人误解了，认为这玩意儿就是一个有钱人的游戏，腐败的温床，赌博的工具，浪费土地，浪费水，不环保。但是呢，你要是稍微有点常识，做点调查，那就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。其实如果高尔夫真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，那过了这么多年他能重返奥运吗？所有的电视台能专门设一个频道的就是高尔夫这个项目。高尔夫其实不是你想象的一个小众的玩意儿，在国际上其实是一个主流运动。咱们还记得中美之间的这个乒乓外交啊，球场上的高尔夫外交的故事多了去了。高尔夫在中国发展挺难的，大部分人没接触过这玩意儿的，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，或者说有误区吧。媒体专家呢也没有好好引导，做一些知识的普及啊，做客观的报道。我有不少中国高尔夫的从业的朋友，好多人都感觉到这个迷茫啊、委屈啊，有的都憋不住了，都改行了。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坚持，为什么？因为喜欢，另外呢也为想为中国高尔夫做点事儿。前几天和朋友聊天，他说中国高尔夫一共才这么三十几年，从头到尾呢就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。这最近网上疯传的球场名单，取缔关停的球场名单，你说花这么多钱，这么多的球场，说铲就铲了。那是怎么建的时候他也是有部门审批的，哪个部门批的，铲的时候呢区里一个文件连夜就给铲了。企业想为职业比赛啊提供赞助啊，为国内的运动员提供赛事机会啊，刚签了比赛赞助合同就被通知球场要铲了，这挺难办这事儿。这对谁其实都是有损失的。为什么呢？有些球场啊其实是稀缺资源，全世界都没有，他会给当地和国家啊带来你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和实际利益。你像云南有个球场是石林球场啊，又不是什么农田，又不是林场，就是个什么都不能种的荒地。球场做出来它也是有审批手续，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，本来可以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。 The worst one to lose was Stone Force. Well, you know, I personally, that's the one that gets the most attention. I actually think A is probably a better golf course. Back Nine on the Sea was phenomenal. You know, it was just a crazy, crazy job. 也惨了，铲了就铲了吧，还要恢复原貌。原貌嘛就是荒地。我其实目睹了中国的球场发展的过程，没大部分吧，最起码负责的说大部分球场都不是建在农田，那不是山沟沟就是盐碱地沼泽。有没有占用农田的违规用地的？那肯定有，但不是大部分。这不是整改的吗？那该整就整嘛，该改就改嘛，该停的就停，该关的就关嘛，一刀切我觉得还是没必要的。怎么说，这是个产业啊，现在也有几十万人从业人员呢，这么多关联的行业起码上百万吧，吃饭和很多人的民生问题还是相关的。这些年建的球场啊，中国啊，不管是谁花的钱都是属于高端的，因为中国球场的这个建设都是最近的事儿。咱们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了解了解情况，权衡利弊，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啊，以后大家可以有章可循嘛，这个产业咱们就有方向了，有奔头。媒体也不应该推波助澜，人云亦云呐。前不久有一家报纸发了一篇报道，就说深圳赌球啊是尘封啊什么，我一看就知道作者对这高尔夫不了解。你这么一宣传，大家不懂的人就以为这高尔夫就是跟赌博连在一起了。像深圳我们有个打球的朋友弄一基金会，十几二十年了，弄了很多钱，
帮这些困难的人呢做手术啊，救助啊，给残疾人治病啊，救了好多人。很多业余球队一打比赛啊，不打比赛，平时也捐款，打鸟的也捐款，给希望小学捐款赈灾。那梁文忠人家不是拿了比赛奖金全部赈灾了？冯珊珊也干同样的事。高尔夫它是个正经的运动，还是个奥运项目。事实证明啊，它还是挺适合中国人玩的。这是个新鲜事儿，由于国家的土地管理政策暂时不给新建球场也是可以理解，但是已经做好了的，我是说那些没有占耕地的那些球场，它能不能制定一些政策，能不铲就不用铲了，这都是资源啊，都是钱啊，都是财富，实在不行由国家低价收购做成公众球场训练基地也不是不可以嘛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嘛，你未婚生子都生了，生俩漂亮的儿子，你没必要一定要把儿子跟小孩给掐死，补手续就是了嘛。过几年你再鼓励人家生，人家就要不然就不愿意生，要不然就生不出来了。咱们有这个人民代表啊，政协委员啊，也可以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说，讨论讨论，那找出个解决的方案啊，形成法律啊，这样大家就有法可依了。懂高尔夫、懂环保的人民代表啊，政协委员、啊、肯定有为中国高尔夫目前的局面提点方案、出点主意，让国家早点出台相对的政策法规，为年轻的中国高尔夫提供成长的空间，这应该是很有必要。五花八门高尔夫，我是刘国梁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下回再聊。